名爆红人物，我们称他为威武哥。推一张在夜市，是你这小子发的文吧？威武哥，你是威武哥吗？哎，我可以跟你合张照吗？我是谁啊？不就打一个马字吗？你现在这么红哦，还不简单？那真的很难啊，别帮我一下啦。我觉得你们都疯了。